各位长官在哪里可以看到统裁室的左前方，因为同方方的公平还有一列车出轨，其中一节车厢当时乘客受过摧毁，期待县政府消防局接获民众通报后一起派遣相关救灾人车前往救援。到场查报灾情。各位长官、各位来宾，目前宜兰县消防局在接获民众灾情通报之后，立即启动了义消查报动作。目前可以看到，邻近的义消已经前往现场进行灾情查看作业，立即在倒塌建筑物周边执行人力搜索，找寻后失可以以及发出声音的受困民众。先将轻易崩溃以及潜能行走民众引导到空旷安全处所。指挥官在评估现场之后，发现二楼有民众受困，亟待救援，立即令消防人员架设双节梯进行人力救助的动作。同时，我们现场要准备架设临时的指挥中心，针对现场最新的救灾的情况以及受伤的民众来做相关的处置作为。
先经过结构评估，在现场指示下，本府建设处已经紧急动员了县内的建筑紧急评估人员前往执行建筑物安全评估作业。评估之后，建筑物结构可以张贴告示，也通知县联合应变中心评估的结果，再由社会处、卫生局配合公所、国军、民政、警察等单位来进行后续的收容作业。
官，各位来宾，宜兰县110年成立防卫动员自然防治中心。宜兰县林县长，行政院动员汇报代副执行秘书，另外灾防办黄参议，还有我们南洋作战区指挥官董将军，我们台闽战纵汇报张上校，另外北区战纵汇报我们苏上校，还有我们宜兰县战纵汇报陈上校，那另外我们消防局我们徐局长，民政处吴处长，环保局环局长，还有县府各局处首长，另外我们东山乡林乡长，还有我们野地林指导的议员代表会主席还有代表，那另外我们中央各部会的评核官，还有现场所有参演的各位先进伙伴，大家午安，大家好。好，我在这里首先是不是邀请我们台上的所有的与会的人员跟我们今天参演的所有的伙伴那个掌声好不好？非常谢谢，非常谢谢啊。那么因为这个战争引发的各项的灾害啊，那就需要到我们平常我们在民间所有的力量呢、来做支援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我们今天的演练里面呢、就没有国军的这个科目，因为它是在作战哈、所以更凸显这个重要性，就是说我们平常的一个联系。我们刚刚看到很多的细节，包括动员到很多细节哦，而且动员的人力物力都把平常的这个联系的情况都发挥出来，在真正发生灾变的时候的一个合作啊，那么刚刚也有看到我们新闻处也随时对这个不实的讯息呢去做更正的这个工作哈、那对我们安定我们民心是非常重要的哈、那最后呢，我们请代表行政院动员汇报的召集人苏院长对参与演练今天的宜兰县政府林县长所领导的团队，还有所有参演的伙伴们的辛劳和努力，表达最诚挚的感谢跟肯定。那敬祝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谢谢。今天的所有长官、所有贵宾，我们行政院环保署毒化及化学这个化学物质局，我们的谢燕如谢局长，还有呢我们呢国防部全民防卫动员署戴天鹏戴副署长，今天的所有长官、贵宾各位议员、各位代表各位村长、里长、理事长、各位乡亲、各位好朋友各位我们的所有的宜兰县的所有的为我们这次的防灾防救的所有的动员的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今天呢是111年度全民防卫动员及灾害防救的简称为民安八号综合的实质演练。那今天呢总共动员的400多个人哈、那大家都知道哈、那这一次呢今天的这个民防的演习呢非常非常的成功，而且呢对的这个所有的来宾好朋友们呢这天然的灾害并以这个太鲁阁普悠玛火车的事故这个模拟的情境将火车颁布的受困，还有呢防御这个旅馆火灾列入的演习透过演习整合军方、政府以及呢民间的资源体验全民防卫动员的能量精进县府灾害的应变能力，共同维护县民生命的财产安全。所以呢今天呢非常非常的感谢大家，那非常非常的逼真哈、看到各位呢这么精湛努力认真这都是宜兰人的精神，那非常非常的感谢所有的乡亲好朋友在减灾消防呢都扮演着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还有我们的民政的部分，所以呢今天呢大家都是第一级棒的，谢谢大家的付出奉献祝今天的大会圆满顺利成功，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感谢大家。